我的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梦哥。今天全台湾各地大回暖，天气都有看到久违的阳光了。但是提醒您，这种温暖的天气相当的短暂，因为接下来礼拜六的下半天，东北风又要再度的增强了。所以预期啊，在礼拜六的晚上开始，北部和东半部地区又要变得湿湿凉凉的天气当中度过，而且啊会持续未来一周都是类似的天气形态。呃，不过呢，还好是这波东北风啊，其实强度。 是属于比较弱，不算太强，只有在北部和东北部影响比较明显，而且时间也比较短。中南部呢，其实啊，在未来一周还是持续相当稳定，但是也要注意日温差会比较大一些。目前看来，未来一个礼拜，也就是下个礼拜，还是持续一波接着一波的这种微弱的东北风的影响之下，天气形态始终都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变得比较湿凉，天气变化速度也比较快一点。提醒大家，户外活动一定要。 注意这个天气的转变速度了。而除了除此之外，还要注意的是，今天晚上到明天要注意空气品质还有能见度的影响。因为现在呢，其实风向啊是吹着比较温暖的偏东南风，所以今天气温也大幅度的回升了。但是呢，其实现在有些低云正在靠近整个西半部的沿海，所以现在啊，其实在西半部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些局部雾的情况发生。所以如果有要开车啊， 啊，或者在骑车的时候，都要特别小心这个能见度带来的影响，因为恐怕。 雾一旦发生，就会让人见度就会降低了许多，而且同时空气品质恐怕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都会明显的转差，包含整个在北台湾都是同样的情况。所以如果是容易过敏的观众朋友们，户外活动今天晚上一定要注意空气品质的状况，建议您还是戴上口罩了。接下来的天气转变的时间点大概就是在礼拜六的下半天，礼拜六下半天有一道封面。 从北部掠过，影响范围相当有限，只有在整个北部、桃园以北到东半部地区，云会比较多。云开始慢慢变多之后，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开始，到礼拜天，在北部和东半部会出现短暂的雨，但是很快的到下个礼拜一，东北风又再度的减弱，很快到了下个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又有下一波的东北风要来报道了。所以未来一周啊，整体的大约每两三天就有迎来一波东北风要南下，所以提醒大家未来。 这天气转变速度很快哦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。礼拜六呢，其实白天还算是蛮稳定，虽然云会慢慢的变多，但是其实白天下雨的几率还不算太高。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开始，会随着封面掠过之后啊，在这个桃园以北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就会出现短暂性的降雨，而且持续到礼拜天的白天。所以可以看到礼拜天呢、啊，整个北台湾还有在东半部几乎都会变成比较阴沉，而且有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。 所以提醒大家，这一段时间，这个周末如果有要规划户外活动，特别是在北台湾，还有在东半部，都要准备一下雨天备案。有一些短暂降雨的情况发生了。而现在看来，到了下个礼拜一，这个东北风就会很快的减弱下来。但是这个时间持续不久哦，到了下个礼拜二，又有下一波的东北风要来报道，而且整个桃园以北又会变得滴滴答答，有容易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了。所以提醒大家，未来一周其实天气变化速度很快。 北部和东半部的感受比较明显，但是啊，如果是到中南部的地区，现在看来，未来一周啊，其实都有机会都是阳光露脸，稳定的好天气。所以可以看到，几乎中南部地区都是不太会下雨的，同时气温也会逐渐的飙高哦。所以现在看来，其实啊，在整个北部，今天晚上其实都还蛮舒服的。目前看来要特别注意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空气品质，有一些雾跟霾的情况发生。到了明天白天会。 随着下一波的东北风增强，云在北部会变得比较多一点，还有在东半部也随着云变多之下呢，气温就不像今天这么的温暖呢、哦。所以明天白天大约是来到二十到二十二度，而在中南部来讲的话，就温暖了许多哦，就有机会来到二十五到二十七度。但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们，到了明天晚上还是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。以上就是这届的播报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